有这个现象哈，特别是年份茅台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哈。年纪大。哦，对，这种就是有皱纹，这个很正常，这个茅台酒的是有皱纹很正常。我们经常就是它极其特，有时候难免好多瓶子平整度不平整。你看肉眼看是平的哈，它这个就是磨机，就是老了之后打出来的瓶子哈，就中间是有肉眼看不到是凹着干，它贴上去它就会出现这个问题。哦，特别乳白瓶啊，有像特别是成年。只是我们个人觉得哈，这两个酒款酒花都不错，只是我个人建议哈，这类酒花没问题哈。我个人建议这类买这个思茅酒，就是买思茅飞天哈，要买可以当到面试，当面试。但我现在一点面，你现试吃了当到我面个封号，我拿走或者倒出来都行。但是你不要等人家你弄好了的。说不清楚，即我现在了解到的哈，有一部分不是全部嘛哈，人家就给你倒出来，只留10%到20%，给你装红迎宾在里面，王子都不给你装，装迎宾在里面，什么概念？还有点飞天味道，给你留个10%到20%，如果是用王子喝，你根本就更难喝出来，一般人都喝不出来。所以这种酒，这类酒它。也不是全部的酒都是这种形象啊，难免一部分奸商，他给你把这个酒弄了之后，给你倒出来之后，给你重新给你灌，灌一份其他的便宜酒进去，他不就是你成绩你不划算了噻啊？从这两瓶酒来看，酒花来看，我是没看到问题哈。哎，你想歪来看？因为他如果是你说，我如果讲哈，他如果给你留1/3。它都是茅台气息，都是吧？都是茅台那个味道哈，那风格都很相近，是吧？对吧？它有6年母酒在里面，加个勾条，你一般的人家是喝不出来的。嗯，没问题啊。就是它杯子，你方不方便品一下？啊，不品了，不品了，不品了。没得问题啊。嗯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我从我个人建议来说，啊，买什么茅台，什么飞天，除非很可靠的渠道啊，到底送人都送不出去，不是很划算。2000以内，1000、1800、1700，我觉得还稍微还划算的，上到2200就不划算了。